所以你好，很荣幸在现场见到您。来，首先在我们的 logo 前合影，没错。好的，我们看一看中间的媒体，看一看右边的媒体，照顾一下，还有左边的媒体。来给左叶一点掌声好不好？欢迎欢迎左叶你的到来。哇，你看今天现场好多你的粉丝的到来，赶快给他们打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新人演员左叶，非常感谢大家来到现场支持，谢谢。非常真诚和走心，以及我们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左叶的到来，欢迎你。那我知道左叶的话，你的每一次出场造型都非常的用心，今天这身造型也很好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身 look 吗？今天这一身就是以简单自然为主，因为夏天不是快到了吗？所以想要清爽一点啊。那平时作为演员，我相信你有很多这个护肤的心得，今天在场的很多朋友都想知道这个有没有一些保护唇部的一些心得呢？唇部我想想啊，多喝水，然后睡觉前呢尽量敷润唇膏，这样的话起来就不会太干。像我今天涂的就是 YSL 的粉管润唇膏，没错，带妆一天了，我现在我感觉我的嘴还很润啊。我近距离的观察我们的演员，可以说嘴唇是非常的蓬弹紧致的。那我知道现场有很多你喜欢的粉丝朋友们，也有很多正在线上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们，这么多年，没错，这么多年他们对你的支持，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吗？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左叶的支持，然后呢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继续带来好的作品，然后能够让观众记住的角色啊，然后我会一直努力的，谢谢。谢谢真诚的左叶，期待您带来更好的作品，期待您更加优越的表现，谢谢左叶。来这边请。好，没有没有，再次感谢左叶。那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嘉宾，他以生动鲜活的影视角色为人所知，那在